腿呢？哎，来，我们呢？本来有流程。本来有流程。来，待会儿我们到香草屋里面呢，我们都会一一再做介绍，让阿北认识一下大家。那我们先说好我们的，来，我们待会儿到里面都会一一介绍跟认识哈。来，这个太阳很大，我们先往里面走。来，欢迎我们市长跟乡长。但是我做的物件，我来年年有余哈，天天有这盆盆万里。好嘞。好，那个老板旁边。是啊，可以往前站一点，没关系，谢谢。欢迎我们柯市长到我们秋鹿牧场来。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往我们的活动会场这边走。对，地名。好，哎，小心，小心。好，来，我们往这边。好，这边我们从我们的爱情门这边走，香草屋这边走。好，来，我们呢，先往我们秋鹿牧场最美的地方走。好，我们往这边走。是啊。来，我看市场，你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右边？我够追了哦。有马哦，要不要跟我们的小马合照一下？小马，我们的小马，阿贝小心哦。这是我们小马界的林志玲，不会，小马界的林志玲，小心，林志玲，他脚勾到了，大哥，小姐，哎，小心哦，小心，大姐，你把他按摩一下，脚勾住了，他脚勾住了。那个把它牵，小心哦！乖乖来了，害羞，把它牵走啊！这画面很好，把它牵走，会咬人的。这个迷你马是从荷兰引进的哦。对，把拉贝拉的，来，后面还有一只，小心一点。来，市长，我们走这边，我们到我们秋牧场最美的地方来眺望一下我们的都兰山。都兰山，是都兰书包的那个都兰山。都兰国中了，国小，都兰国中了，都兰国中，都兰国中，又都兰国小，小心楼梯哦，小心楼梯。你看，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都兰，可以看到我们卑南乡，这个花东纵谷，卑南溪流域，然后有我们的乡长，专程给你介绍一下。太平洋在哪一边？太平洋在那一边，在另外一边，在我们草原区那里。对，中国南北向哎，也冲刷，我有这种农业世界。对，有人在用夜笛吹那个来去台东。我看右手边那个像一个人脸。这边是花东纵谷，对，它中央山脉都是对，那个卑南溪，台东最大的溪。过去，然后那边有一条路到。天气真的很热。人躺着的侧那个山旁边，就是都兰山，就是东海岸风景。你看这样右边，我们右手边这个山有没有很像一个人躺着的侧脸？是吧？它就是都兰山。他刚好就流眼泪了。刚好在你身边。对。
对面就是都兰山哦。都兰山也俗称美人山。台东的圣山呐、啊，对，原住民的圣山。很像一个人的侧脸哦。这边上面有香港。这边是班长。小姐，我们得推后一点，我们可以推一点好不好？这样子真的待不到。大家一起啊！等一下，是来，我这边还没有。你退一下好不好？你这样子入境了，等一下，你入境了。还是往左？往那边。对，来看这里哦。天气真的有点热，因为我发现手上都是汗，所以我们赶快进到室内去。王向群，我们大家的好朋友。首先来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柯市长特别来到我们的卑南乡啊，来跟我们来做一个农友座谈。首先介绍，大家一直都很想要一睹他的风采，掌声欢迎我们的阿伯柯文哲柯市长。再来要给各位介绍是我们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蔡副市长。好，好，副市长很关切我们台东哦，我们之前有风灾，他们也特别透过慈济有来协助我们这边的灾后重建的小学，所以再一次给我们欢迎我们的蔡市长，谢谢你。再来要介绍大家的好朋友，是我们大家都很认识的，我们的黄向群北农董事长。再来要给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卑南乡的大家长许文宪许乡长。介绍长官贵宾，首先介绍是我们卑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杨义成杨副座。再来要给各位介绍的是我们乡民代表李德良李代表。再来要给各位介绍的是我们乡民代表廖宗盛廖代表。大家好。再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乡民代表郑荣基郑代表。大家好。再来要介绍我们的村长啊，首先介绍我们在地的村长，这边是初鹿牧场，可是我们这里是民丰村，介绍民丰村村长吴胜雄。我们的前村长林永杰，介绍我们槟榔村村长李文吉，还有他的夫人啊，也一起来。再来介绍我们美农村村长吴应华，介绍我们村长林议会会长，也是初鹿村的村长陈良志陈村长。介绍我们唯一女性哈，最美丽太平村村长沈经理。介绍我们丽家村村长林肯义林村长，介绍我们东兴村村长陈兴荣陈村长，介绍我们丽吉村村长刘清明刘村长。再来要介绍我们卑南乡是我们在十六乡镇数一数二神农奖最多的，介绍我们神农廖坤兰神农奖的得主，是我们台东好物协会的理事长。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陈丽雪，刚刚家方有机茶园，我们的丽雪。再来要介绍我们神农长詹明琼，詹理事长。大家好。再来要介绍我们神农奖得主曾能力，
也是我们的真理师教，欢迎你们来。再来要介绍初步休闲农业区理事长萧景俊，萧理事长。还有我们初步休区有好多好朋友，灰灰小在哪里？哇，好多一起来。再来要介绍台东青农分会长陈祥介，陈会长。再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业敌达人，曾经跟我们的柯市长见过面。哇，他今天特别带了他手作，他刚刚很认真的要编包粽要送给你。介绍的郑春喜，介绍我们高岭山休区理事陈敏智，介绍我们台东县议员黄志伟，黄议员的助理王建中，欢迎。再来介绍我们凤梨世家达人谢景宏，他好几届都得到评审的冠军了，欢迎你来。再来是初入番荔枝产销二班班长汪欣，大家好。再来介绍民工番荔枝产销班班长严进士，大家好。再来欢迎我们绿色隧道番荔枝产销班班长陈正贤，再来要介绍助产销班四十二班班长林龙清，再来要介绍咖啡产销班五班班长阮永光，欢迎你哦。阮永光这边有得到我们柯市长给他的一个有机认证推广的感谢函，他也特别带过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有机的农友。再来是我们的乐山水果产销班班长静文，再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新鲜羊负责人杨金兰，好，他的那个羊奶还在旁边，还是冰的，等一下可以喝。我们的九七食品负责人孙金玲，欢迎你来。再来是我们的后生茶叶负责人詹美子，我们的老板娘，欢迎你。再来我们大丰茶叶负责人郑登峰，欢迎你。再来是我们斑鸠冰品陈进宪老板，再来欢迎我们的鹿鼎记负责人黄建伟，欢迎。欢迎我们果农的家古玉妹老板娘，欢迎你来。再来欢迎我们的嘉典农场潘明顺，欢迎。哦，潘明顺还特别除了展售他的商品之外，把价格都写上去了，所以等一下媒体猜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资料送过来。接下来就是后生应用植物园，我们的陈丽婷，欢迎。石鼓果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张宏木，再来要介绍我们初入牧场的总经理，我们的赵明，赵经理，欢迎。阿北现在在喝初入牛奶哦。好，接下来我们农友座谈，那个幕僚一直告诉我说柯批吃下去就会忘记说要 cue 大家吃便当，所以大家要可以开动吗？开动。好，我们先掌声欢迎请我们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柯市长致辞，我们先请我们的乡长先来这个欢迎节，掌声欢迎卑南乡乡长许文宪许乡长。谢谢柯市长、蔡副市长，还有我们北农的黄董事长，还有所有贵宾和我们卑南乡的好农好伙伴们啊，大家好。好。首先哈、哦，先致上最高的欢迎啊，我们的柯市长可以来莅临卑南乡哈、啊。那我们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就接到他们的助理群来通知，啊，要到卑南乡哈、啊，来跟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来座谈哈、啊。那当然也有人提醒我哈。啊，最近没双季啊，另外那干货哈、啊，我告诉他哈、啊，我们卑南乡哈、啊，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一年跟我们的农民要到外面去展售的时候，住宿费用、展售费用都要好几十万。那今天柯市长可以免费到这边报名推广，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哈、啊？柯市长也还没有说他要选总统。大家都知道我在任内哈，我是不分男女做事情哈。那柯市长也是无党籍的，
哦，啊，那得到人叫我甲讲，是真个是去头门就讲伊要选总统哦。但我已经转达伊家己单方面吼，交无关系吼、哦，你们自己问哈、哦。那我想，卑南乡，啊，柯市长下来沿路看到，他一直夸奖台东的空气环境，会当看到山哦，啥物拢，这是台东看的。啊，因为有这样一个好山好水，哦，好空气，所以你在卑南乡的产物生产。农特产品生产出来的东西一流一流吼，我敢讲我们卑南乡的农产都一流一流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我们人口数少，然后加上车程人员吼，所以往往我们因为在这个地方在传销这个管道哈，我们会遇到困难哦。尤其是我们的农产到北农的时候，时间往往是比别人慢，所以在拍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后面。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跟董事长来做一个交谈哈。啊，总归既然哈，但刚讲哈。啊，柯市长可以带领他的团队，然后到现场，到卑南乡来跟大家见面。那甚至啊，等一下大家的座谈当中，啊，也可以跟柯市长来讲吼、哦，像我想到是不是咱的物件摕去台北市政府卖吼，去遐卖哦，较侪人，我相信应该咱钱都无够卖啊吼。所以这位市长这边吼、哦，等一下我们可以跟他交流，还有我们的董事长吼、哦，那再次代表卑南乡，谢谢柯市长，谢谢。欢迎我们柯市长来哦，也谢谢我们卑南乡的乡长。现在我们先请我们的台北，我们的农产运销，我们的董事长，我们的黄向群，我们的好朋友来给我们支持。欢迎我们的好董事长。谢谢柯董事长啊，那许乡长，好啦，市长跟副市长啊，各位我们卑南的各位农友先进啊，各位代表，各位民意代表，大家午安啊，我是台北农产公司董事长黄向群，我到北农四个多月。啊，在北农是一个很精彩的环境，所以在农业生产的知识可能不如各位，但是产销这一块，因为身居全台湾最大的拍卖市场，然后也是其他农产品的标榜价格，那所以以北农为标准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这一块。啊，刚刚乡长有提到，那我大概粗略的印象，我们台东过去北农的产品。姜黄跟释迦比较多，但是因为路途的关系，所以宜兰因为雪隧开，那所以也时间上也有缩短，所以它的产品也比较多，可以来得及进到那个农场公司过来。但是农场公司从以前就一个习惯，就是先到先排队，所以过中午以后，几乎把场地整理完以后，就已经有其他农会或合作社或者是个人农户。就已经车子在外面就已经在排队在等候，那这个是绝对公平的事情。卡内丹卡红丹的卡属谁了哈？但是我们的农产品我们比较建高单价，我们有相当大的价格。我都是台东地方，哎，我可能不期待一般，但是台湾老百姓或者是观光客想到的这些产品，其实很多都在台湾就是首屈一指一流的农产品，不管是加工的也好，或者是生鲜蔬果，那这一块我回去再想办法。那因为拍卖这个是有一个制度存在，那加上因为运费高，所以各位的农产品其实送到北农来量也没有那么的多。那怎么样？市场常提的话，台北的消费率去支撑，像产地哦，能够更有兴趣种植，还是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然后大家一起把饼做大哦。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主角是来市场啦，市场讲话到是讲，阮在下厝无讲话啊。哦，但是即只爱回答一下咱是我这个老乡哥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农产这个公司，我会好好的帮各位去注意这个问题，好、哦、啊，再跟各位好好的交流啊，校长随时都找到我啊，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愉快啊，大家都当看多少钱啊，发大财发大财，谢谢。谢谢我们黄董事长，等一下要让能够对我们卑南乡能够多疼惜，现在我们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台北市长柯P阿贝来到这里来跟我们讲几句话。首先哦，可以开始吃饭了。第一点哦，其实台东我们很少来，我印象中来这个地方大概第二次的第三次。那第一点哦，到外面走一走哦，增广见闻来嘛。我讲了，我当市长以后哦，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局长啊哈，都可以出去看一看。我们今年以来，单单我们台北市哦，我们送的
9000名的学生跟老师出国去考察，花掉1亿，开心一个月啊！给9000名的学生的去国外看一看，那时候到处看一看哦。第一增广见，第二交朋友，可以认识很多好朋友。第三也是说，台北是台湾最重要的消费城市，所以有时候看看说有什么东西是台北可以做的嘛，可以帮助大家。这是第三点。我大概来刚才来这个非常讲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们自己不觉得，因为这里空气很好，在台北我看那个山都雾雾的，雾雾的，因为 PM2 其实很高，你们这里看山都看得很清楚，台北那个山看起来都模糊模糊的，因为那颗粒太多了，就是那空气中那种电路太多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生活的地方。那是这样啊，其实台湾的农业大概还是要走，要慢慢要升级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大概生产的食物里面有四分之一是丢掉，以上是丢掉，因为包括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的运送啊，还有在处理的，甚至厨余的。你去美国看那个 7-Eleven 那个就是那个汉堡，你知道素食店去冰淇淋常常讲到三分之二，那三讲什么？所以喜欢淡点，都很淡味。所以如果是这样要吃多少就煮多少，就买多少就种多少，就说不要浪费的话坦白讲，台湾的农产品那个单价提高的空间还很大，还有机会通过。那当然是这样的单价提高哦，它自然就开始要走，所以农业精致化。所以比方说有机啦、无毒啦、什么生产比例，慢慢这些东西慢慢会变越来越注重。讲起来，当然我在台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市场看的我们那个鱼的或卖猪肉，几乎都没有没有一个玻璃盒、玻璃盒住的，火星然后飞来飞去的，甚至老鼠跑来跑去的也有。所以现在看如果他那个一个猪肉，你知道它是冷链的，从生产到那有履历表，有机无毒是然后有生产履历冷链，然后都是在过程当中都是干净的。每一斤就各位给我喝我相信你台北不是问题。台北人还是有钱人才是很多，你给开我喝去回放后怎么样还是愿意。所以慢慢的台湾还是农业要升级的。我刚才讲过其实农业单价上涨的空间很大，因为太浪费，有很多东西种出来都没有吃的，所以不用生产那么多，生产好一点，生产贵一点，这还可以。但是这个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要从消费端到生产端大家讲好，不然你有时候你曲高和寡，你嘴出来，你说你有机，你几牛奶不拉都准备，那不浪费啊，不好，所以。我倒觉得慢慢的透过台北市让台湾的农业是不是可以升级的但是这是我们的想法了但是怎么做有时候我说政府会比业界更了解市场，我觉得他没给稿一样还是要到第一线的问大家你有什么想法，或是挖田来做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帮忙你的。所以今天来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来加分啊加分，我们来看看电影开心加分有什么意见，我就开始来谈，来做谈。谢谢大家，我们开始吃饭了。好，大家要记得赶快开动那我们吃货牧场很贴心，这个都是限量的、很抢手的牛奶。他请大家说可以先喝牛奶了因为他担心说这样子怕会变质，最好的赏味期赶快来喝。那我们用统问统答，所以如果说有农友想要把你的意见提出来，就我们先把问题问完，再一并由我们市长这边来回答。那市长吃便当很快，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赶快问。每次我看直播我都很赶，然后胃都会痛，所以今天忘了帮你准备花生，等一下再补那个花生麻糬。好，那我们再请有没有农友要提出意见。哇，我们的理事长要先提出来，就是我们台东好物市集的理事长。我是台东好物市长，我是药，台湾的。
好，我有两个问题要请问的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你说我们台东呢，好物呢，多了好的产品，是不是可以在台北呢，可以做一个行销？台北是这边啊，因为看到我们每次到台北的时候，看到台北的人口蛮多的啊，就到我们台东的好的东西呢，到台北去做一个行销，我们看这个可以让我们台东更好的产品啊，到我们那边啊，到台北啊，市场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问了我们的那个台东小那个是的董事长啊，我们台东呢都是有机的产品啊，哈啊，主要呢，我们好像在他刚刚说都是有机的这一块好像没有，哦，也是有赚钱啊，啊，啊，所以我们因为好的台东这边的话都是有机的比较多啊，所以到是不是到台北，把我们好台东的好东西到台北，那消费者来说这样一个行销，再来就是我们台东到台北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车子到那边都是很慢啊，所以我们都已经都卖完台东的才到啊，所以我们卖的价钱可能都不会卖得很好，像我们台东这边很多的品牌啊，好的这么好的产品哦，去比别人卖的差了这么好的产品，好，谢谢。你是大概是产销，一个是希望可以去那里做行销的问题，还有哪一位要来跟我们说？张理事长是不是？张明从张理事长这里，他来口快要聊天。慢慢来，虽然有医生在，还是要慢慢来。市长、社长、副市长，还有我们董事长。大家，现场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乐山咖啡张明崇。在整个台东的农产品在往外行销的时候啊，都是欠缺一些管道。那我这边难得柯市长下劳我们台东啊，尤其是我们卑南乡，我们卑南乡的产品非常的丰富，而且这边的都是很精致的，尤其我们这边的得奖的神农奖得主是台东最密集，台湾最密集的一个乡镇。所以整个农产品都是非常的优质，可是在整个行销跟通路是有问题的，生产是没问题，通路是问题，是不是要借由城乡一个联合的一个农产行销的方式啊，透过不是直接去找客户，是不是我们没借一些企业大企业，像刚才柯市长的怎么去找到那个消费群，媒介企业来认购认养，或者是去做的方式来帮我们去减少那个中间的运输或者是通路的价差的部分，直接人台北爱什么品质的东西，我们台东这边来行善，这样直接就直接有客群有消费端，台东这些农民行善不用烦恼，我寄到台北市场，我卖户区啊，啊火烧区啊，又嘛搁卖户区，啊物件到遐南沙区啊，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媒介，然后认养认购，然后提升到我们整个销售的量的带动销售量，整个品质的提升啊，这可能是在整个城乡发展的一个连接啊，一个可以提升在地的产品的一个方式啊。还是跟乡长，跟我们柯市长这边做一个城乡做一个串联，然后带动我们整个卑南的农业发展。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詹理事长、詹理事长。那还有哪一位农友，你有意见？我提意见的时候，那时候给我说。好，谢谢我们理事长哈。还有没有哪一位农民要说？好，我们的理事长，我们收区的理事长。喂，县长、市长、经理，好，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代表出入休闲农业区的理事长啊。那个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我是从台北过来的，台北同仁反台东这边做发展，那我其实也蛮希望就是说，如果
台北有一些青年的部分，看能不能做个交流，然后一起来到我们这边，去享受一下这农村的生活。那我觉得说，如果说有一些包括就是说像一些大学啦，或者是一些的交流部分的话，可以刺激一下。然后在青年返乡的部分的话，看这边市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透过交流的部分，然后可以就是让更多的学子可以来我们的台东发展。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的离家出走我们的负责人老板，确实是我们的青农特别来到台东来这里经营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台东青农分会长陈祥介，陈会长是不是要给我们一点意见？在这里，麦克风在这边。陈会长往前一点就可以靠近科批近一点，不要怕。因为我刚刚要讲的时候已经被我们的神龙讲走了。因为那就是那确实是我们台东最大的问题。谢谢。好，我已经吃饱了。这个我们的有机饭很好吃吧？这是我们的有机米。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柯市长回答啊。市长，你要不要先喝口水？我讲，我吃饭哦，不太要用筷子的，往筷子遐夹，那我较夹你个。市长，你吃饭真的很快哎。你也不开心，我吃了。因为那问题哦，我直接同问回同答了。那个今天北农的董事长有来，然后我们可以留下一个台北农产公司的创作名，因为要叫小姐来联络，要叫小董来叫一下，你直接可以联络。是这样的哦，政府的做法哦，我没有办法对单一农户处理，所以比方说你们北农乡有没有农会？有。好，你派代表哦，叫阮这个董事长哦，直接接触，然后很简单。你要在台，通常是这样的哦，政府不会比业界更了解市场。所以哈、哦，政府我是要跟你们去嘴，你告诉我你想怎，你想做什么，我来帮助你，这样比较快。比方说，你的农产品要到台北市要行销，你是要减专税，还是我这边花博给你有一天给你注销，还是你变哪做些广告？我讲哦，小的广告的钱哦，我帮你付不要紧。他就讲哦，全台湾最强的广告吉祥物是柯文哲，我在会师不可给你照一张弄一弄，比你去演戏那更加紧来的哦。所以这样的哦，你们请你们农会哈、哦、派一个代表，直接跟我们董事长建立关系。然后哈、哦，你先想想看，你有哪些你想要做广告？你敢来讲你要规行要做广告？你也无可能讲你要从头卖到尾要广告，所以你只能挑几样。啊，你想怎么弄？你要在北农弄个专柜给你呢？还是说我要怎么办？还是说你怎样来的？哦，我怎么办个什么活动帮你促销？这可以，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当那个。广告吉祥物算自家，所以是这样哦。关于行销哦，你跟我们讲好就好。再来哦，北农哦可以一样，你们有哪些东西你想去做？好，我们成立一个媒合平台，这种可以帮你弄。哦，你是董事长，你又完全不一样，你是有没有去做？去做是安尼啦哦，价钱会特别高，价会特别低，是安尼，你是保障对不？而且啊，你若买人，我们台北农产公司可以帮你找哪些药物啊？可以用气做，然后吼、哦，这个是这样的啊、哦。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在建立网络平台，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按照 PR 市场了哈，下行搞权威嘛，一定这样。要打破这个这个方法叫网络，比如网络登录，比如挂最平台，你不是到 PR 市场再卖，你是直接就出去。日本的迄个关西花卉市场70%多的。因为产品没有进批发市场，因为批发市场是一个平台，啊，就是大家一直的网络平台，啊，你讲好物流的直接去啊，你要去 Seven Eleven， 要去全联，要去迄个店面，直接去餐厅直接去啊，因为我知道进批发市场，那批发市场就是网络平台，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解除掉，你那时候一定要到批发市场再看。所以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哦，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化会也有同样的，化会嘛，就讲要去陪你出来，所以常常是这样的哦。日本就是未来的台湾，因为日本比台湾更进步，所以日本现在农产公司哦，70%进批发市场，批发市场是一个网络平台，啊，所以这也是来搞创业咯。一个是汽车方面，你哪没有？你有哪些汽车？我咧改讲，你话是，我改切切啦，我改你，我这平台嘛，对啦。这是汽车，啊，佫讲就是哦，啊，无你也感觉你话做你要省，啊，好啊，啊，你就直接我做平台，你也不用进那批发市场，你只要做，你怎样改就无代志。哦，啊，所以，啊，但是这是安尼啦，因为我作为台北市哦。我们不管是台北市或农产公司，我没有办法跟单一的农友作为，为什么？这叫独立个人。但是如果是以农会来，这叫什么？这叫独立人民。独立个人不可以，独立人民可以，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跟单一的人来讲，我们不能打一掉。所以结论就是这样的啊、哦，请你们农会自己想好派代表来。你要寄售的，你希望让网络平台作业，还是说那个？闲不下来，哪些要闲不下来？你要给我打，别闲不下来。你该来挑几样，他别嘴好，别帮忙你。啊，你底下切，我们的黄董事长，对不对？啊，你代表起来，赶紧讲，啊，去切的时候再赶紧边上去讲。啊，讲好，我也是安尼，我也出钱安尼啊。你们讲好了，我出钱而已。啊，对我来，对台北市政府来讲，10万、20万、100万这些钱，这个我花，只要这样简单。但是我没有 ID， 我先跟你讲，我不知道做什么。你要告诉我做什么，我只付钱而已。OK。OK。市长，我希望说，能够跟台北市政府，比如说有福利社啊，那我们可以的达人去现场。对，周一就。市长啊，我们台北市有很多签商会啊，我们你也要叫那台，我可以叫那些台北市签商会哦、啊，暑假期间未来家切合不一定的。可以来了，就跟我们交流嘛。那周瑜就你跟他直接跟他换名片，啊，那个广那边去啊。我们现在手头上有一个青山会，青山会来讲，那少年的倒闭啊，不管正二代、正三代，那个少年的，啊，你那边也是啊。我们就办一个 range， 啊，来大家就进来切割，啊，你少年来互相认识，啊，那边冰箱要换怎样？我只是负责跟给媒合，啊，你们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来，周瑜就直接跟他交换名片，然后这样。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副市长，副市长来跟我们回答一下。谢谢，我想刚才市长已经做了一些回复，我只是做一点补充哈。第一个就是说弃座，其实弃座是一个目前应该是最好的方式。那我们北农呢，它其实供应台北市的这些蔬果哈，其中有一样很重要，我们从8月1日开始，我们236所学校。所有学校的午餐当中有机的这一餐，至少市政府补助给学校，至少有一餐是有机的。那这个有机的，当然这个很重要啊。北农这边就需要有货源，我们北农没有在种蔬菜，没有在种水果，可它主要是必须要从这个货从哪里来。那所以我们这个黄董事长呢，他已经很认真的把这个平台建立起来了。所以未来如果说气作的部分是我们台东的，像这个地方都是有机的，我们今天来看到都是有机的，那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机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刚刚谈到说青年交流，其实离家出走是不是我们这位董事长，其实你就是一个最佳的代言人啊，常常都会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做，你就可以把你的自身的经验可以让这些不管是北流啦，不就是这个北漂啦，或者南漂的，让这些年轻人知道，所以很多是一种经验的传承。有时候往往你们所做的，你走过的路更清楚啊。那市长其实对青年这一块非常的重视，也经常跟青年朋友来座谈啊。所以我想未来这个部分呢，我们市府也有相关的这些单位在协助青年的发展，所以我想未来可以我们进一步来做一些讨论。那这里市长提到的，无论是青商会的这些来交流，其实我都觉得我们的高中生大学生应该要走出台北，走出都会，然后真正到花东地区来，他可以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所以这个在
啊，国内的这些教育旅行啊、休息旅行等等，其实是可以作为未来的规划。所以我觉得说，董事长应该把你的经验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想会引起很多回响。那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哈，这个主持人一开始就介绍，我就提到说，我们过去的两三年当中，那跟台东的医院，因为三个月前我还在慈济，那负责教育工作，那我们也很感恩哈，有机会跟台东的学校做的结合，我们在复兴国小、光明国小、马兰国小、康乐国小、建和国小、鹿野国小、资本国中、豪远国中跟关山国中，总共有九所学校，那么跟慈济来合作，把这个校舍做了更新哈。那今天包括光明国小的张校长哈，他也来到现场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亲的哈。那个张校长在吧？张院长，就是我们光明国小，光明国小的张校长，都已经认识他哈。他常常在台东组织很多大型的活动，所以台东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那我印象深刻是，除了研究学校呢，还有尼伯特台风发生之后，对台东也造成很大的，无论是农作物的灾难等等都有。那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帮忙学校、帮忙社区做重建。所以每一次哈，在过去三年里面，我经常到台东来，所以这次再回来都有回家的感觉哈。所以在这边也代表慈济，那么谢谢大家对慈济的支持，我们往后还会加强更多的一个联系，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蔡品哥，我们的蔡副市长刚刚的回答哈。那我们的校群要不要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啊，谢谢各位。台湾东部对宜兰、甲花莲、甲台东，人口700万，光台北就260几，但是台北是一个620万人在活动的生活圈。这消费力是很惊人的。我们的集约补从6月10号退场，5月30开始是有机农业促进法上路，所以台湾在农业这一块是在很积极，而且现在在吃冰淇淋哦。虽然现在有机耕种的面积还算少，才1%多，但可见的就是大家不见优势，好让好山好水，但比较比别人更快，容易做有机的这个栽种。它也可以成为友善的农田，其他地方常常会有林田污染，或者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小心被检出。因为台北农产现在我们也有食谱，因为时间的要求，所以大家对包括从我们产地出去，马上就要到厨房，的农药管制也很严格。但总括台北是一个很大消费，各位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好山有好水，但是我们的劣势也是因为路途太遥远，所以。市长这个礼拜才在讲那个，就是科学在那讲实习效应，也是一样，大家都往都市跑，消费东当然都会在都市。市长刚刚有提到说，日本的市场，日本是90%是预约交易，就是你不能讲我要编号3的东西，你行的就去拿就是编号三，但是咱台湾人到即马还没有完全很成熟啦，有当时你这个海报就不对，实物就对了。当时你讲，阮家己咧拍袂灵光，迄想啊硬优良，拍袂就不优良，这个常常有一回遇到，所以大人咧拍袂灵，伊当眼见为凭，所以大家变艰苦，咱物件一定爱来，但来除了讲市场讲的，就是讲，包括气作也好，包括说一百几年，北南管在台北也可以，还是说企业去认购，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前人的智慧，迄就是一个共同营销，所以咱要利用政府的力量。把所有的农产品，你像生鲜蔬果在北农可以解决，但我们这边是对于加工品也还是可以购买的，而且让做一个贩售点，所以不管怎么样，台北就是一个很大消费能力的地方，所以大家应该利用我们的优势，在台湾有机农业在起步的时候，咱占掉的，我嘛就知道，我赶紧来问大家，最近医学界顶级专台湾上多啊有机茶园。咱食地母这种世界的，咱嘛无国国大家知的，有当时这就是咱的优点，只要是我们台东出来的产品，还是我们北南乡出来的产品，都会让我们台北的消费者耳目一新，包括观光客，这些的物件就是台湾最大的骄傲，所以包括拄仔咱咧讲的迄个有机农产品，我们有机专区，有一个事情我。本来应该刚刚想讲，但是后来又纠结，但是我现在还是决定讲，因为
起码为了十张我们在推实名制。哦，话说相亲公司应该有跟农会有提到，就是说除了大代号小代号能够连接到身份证，能够抓得出来，就是讲这个连接的产品找到农地的部分。阿里亚同意这个实名制，在跟北农做交易的时候，我还没吃。这个行政结束再去吃。这个就是大家的优势。别人会惊，甚至会抵抗，但是咱北农咱不应该惊，因为咱拢真有机的，啊，咱嘛唔惊农药，所以咱利用咱这个优势，不管咱农会也好啦，合作社也好啦，个人农户，你就是爱鼓励大家。哦，勇敢去签这个实名制哦，因为实在是尚未概念，农产品交易法是比较低的法规阶的法律，而且在我们的交易市场里面，我们自己的交易办法里面，也可以把大家有认同实名制这个做法，我就把你的农产品提前拍卖。啊，那这地别人买，人家签，但是咱有签哦，咱就保咱高档一站顺一个这个路线。哦，啊，因为咱的竞争就是迄几项农产品尔嘛，中午可能那个苗的竞争嘛，哦。协调，跟各华人经理人华人跟你竞争啊，所以你们的产品是什么具极大的优势，啊，他们各位的栽种也是有极大的优势，啊，怎么样来弥补说路程排队在后面，啊，就是实名制一个签额，这个东西就依照公司的交易办法里面，哦，这个是最有效的，他给，啊，接着下来就是气作有风险啊，气作我感觉都有风台气候 OK。不可控的因素，而且还有契约在，哦，啊，这个东西，你像我们的客户，包含全年的有机蔬菜，在北部的400多间都是我们在交的，哦，其实这个市场真的是很大，我带你个名片不容易，啊，大家有什么需要的，我再探机会过来去到，跟两个给交流，对干嘛，哦，跟两个我来讲，哦，感谢，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董事长，今天上去好会讲话哦，那好久没见，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在这边也要跟柯市长报告哈，其实我们的台东地区农会，我们的总干事特别负责我们这边，可是农会总干事李建通李总干事，哎，还有我们的杨昭信杨理事长，结果今天农会自强活动到澎湖，那他没有见到你，结果因为他们订了长荣航空的飞机。所以罢工现在还在澎湖，所以他们有特别说要来跟你表达一下哈。那各位，我相信我们跟地区农会还有所有的产销，其实大家都是一体。在这边我也想要跟市长讲啊，就是台北市政府有福利社，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神农特工队，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农民，都是好山好水好健康的产品。那是不是我们的达人？比如说我是做咖啡哦，那我乐山咖啡就可以去现场烤这个咖啡豆给现场的人，也可以直接做这样的品尝。那一个月我们就排一个卑南乡的这个有机农跟你们合作做一个行销，可能今天是咖啡月，那我们所有咖啡有机的这些厂商就去现场来做行销。那另外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是茶叶的部分，我们的力雪啊，还有后生啊，几位的厂商都可以去现场，然后也可以现场给大家擂茶，让他们可以闻到花香，闻到这个茶香，然后喝到真正品茗。那还有我们的离家出走，他的冰淇淋，我们市长真的吃很快，我还没有 cue 他都吃完了。那个斑鸠冰淇淋是国宴的冰淇淋，也是我们的，他们的所有的农民都他们提供，我都没有用热斯力，都一直塞过来。酵素我还没介绍，他也喝完了。酵素是哪一位提供？可以挥挥手吗？哦，欢迎你，我们的廖文静吗？哎，是，好，都谢谢大家。还有牛奶也喝完了，现在给各位的是那个出路馒头，本来是说怕市长没吃，蒸起来要给他带的，现在所有我说能吃的都送上来好了，那叫市长多吃一点。好，市长是不是要再跟我说几句话？那个咖啡嘛，我们在台北大概每年的9月底到10月是有个台北咖啡节，有一个规，说到台北啊，台北是一个很大的，因为台北还是它的橱窗，还是最公共性，还是它是最密集的。啊、但是你没有人跟我们联络，所以比方说你们做咖啡是谁，那、啊、你就派一个代表，哦，就贴出来，啊，可以搞点咯。那个余秀莲，对不对？余秀莲。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秘书哦，周瑜修，他常常都上那个所有的争论节目挡子弹的啦。好啦，我来，我来，我来，因为
差点最嘎逼的想，听说钓鱼到，因为我们九月底就有一个台北咖啡节，啊那边我跟你讲嘛，那边百福业打没钱，我大概九月底在台湾大学有一个叫台北咖啡节，有几天的活动，啊你，啊我跟你白讲嘛，我讲是这样的，市场我都知道细节，啊你白讲，啊我是想先帮你出来点，对嘛，你要冲起来，我跟你讲，跟你讲这个。你们可以到旁边去聊。这个就是模式一类，我们有台北咖啡节，啊，我们也有那个花博，就是假日的一个广，就是今年有过在那52礼拜嘛，啊，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有那个还有专题的，拜托阿拜嘛，你在房产公司哦，叫一个花博，一个会的基金会，他每个区的农会都有去办那个农产特价。阿里的话你被冲起来，他当然讲啊，阿伟没有来处理。那个会展中心也知道，阿你来外告哦一样，我们每年在会那个花博公园，哎62天嘛，阿你去摆摊嘛，阿你回家玻璃杆来讲，阿你广告因为你打面前来讲，你直接找他去找我们董事长去谈。哦，你说你要推那个什么？那个有机无毒，什么瓜子什么，那个啊，广告你改一下，我干部就摊位给你，广告你就给你改过，我帮你处理掉。啊，所以，哦，所以台北还是一个初创嘛，啊，你们广告自己写，啊，你们怎么弄？我们跟你，我们有人跟你联络，啊，你们自己去谈。好，其他还有没有？那么。好了，就这样。那因为大家等着要跟我们的柯市长拍照，那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先请柯市长可以在我们卑南好物这边，我们推完桌子，然后就是能够先帮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卑南的好物，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柯市长掌声。那等一下大家依照我们指导的人员动线哈，排好一位一位，大家抓好我们的时间。那市长，我们这边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台北市议会的议长陈景祥陈议长打电话上来，请我们要送我们台东茶王的产品给你，特别交换，然后请我们的经理叫经理是不是把我们陈其兴茶王的作品给你。好，这是议长哦，那特别请他们送给你，是不是啊？对，可以，然后下一个就是。这是茶叶，用吸管做的。吸管做的，我是做的。非常好，非常好，好。好，不用过来了，谢谢。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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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来，手机这边，这边，一二，手机这边哦，看这边。OK，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下一个。来，下一位，在这里哦。谢谢。快下位，下位，下位。谢谢。要拿照片。谢谢。好，下一个，来来来，再看。
书要签名的，帮忙先打开。谢谢。好，看这里哦。好，看前面一个。好，谢谢。好，谢谢。对。颜色金绿，好，而且签证绿了。好，下一位，来拍照哦，拍照哦。牛奶。好，我们的新鲜羊奶。羊奶。对，新鲜，现在还冰的，你还要不要再喝？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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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来，谢谢。好，签名，签名。我的照片啊，谢谢，下一位，签名，签名，签名。大专没有拿产品来签名，没有给市长带回家，那个要留着的。市长，这是我们老板，送给你。好，谢谢。好，这个我们要送给市长的，再另外放在旁边。来，下一位。好，乌龙。在这里哦。香港饮茶。啊，对对，谢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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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出入场整队要直接。经理，你要另外吗？经理，你要另外拍吗？好，你等一下，我帮你打开。来，先等一下，先给经理拍一下，等一下你就来。好，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放在那个出入场的所有沙发组。让我们来帮忙导演。那里面有吗？那里面有吗？你好，为什么可以给我一罐吗？我抽好客。等一下，等一下，好来，来看前面，一、二、三。员工要合照的，来，出来，要合照的员工来。来一张大合照，先一张大合照。哎，没关系，我们照片再传给各位来，赶快先上，哎，来一台手机。来，佳佳，快点，快点，进去。哎，然后等一下互相转，发了进去吗？然后往后架腰了，哦。哎，侧身都说一下，小布，来，来看这里哦，来，一、二、三，很好，等一下哦，看看那边，来，快点来。师姐拍一，来看这里啊，来一二三，很好 ，OK， 谢谢，谢谢。好，那个飞南山的工作同仁，村长，谢谢村长要上菜，村长，好吗？帮我们拍，一位一位吗？师姐，师姐，他们要先一位一位，然后等一下，他们一位一位，哎，好，他们在下面，等一下，好，这样可以一位一位，快点，好，好，一只手机拍几下，我们传来就好了，好，一只手机拍几下，我们传。好了，好，欢迎欢迎。哎，可以可以可以，有记忆的感觉。要买糖果来，小这里，小这里。对，像那个。好来，我们的农业课。四年没有洗。
我跑公路了。我们的队员班长，他这里有。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许崇文，你们要做爱心啊，真的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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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是自己开的。来来，好啦，几个爱心，哇，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再听。好，谢谢。等一下，你们非男的来一张大合照，好不好？好，香港，香港，等一下，香港。这边，这边，这边，这边。一二三，朋友。好，谢谢。好，我们飞来相攻守，大家一起来一张大合照。我知道你等一下最后是重点，来，来，乡长。那我们飞来相攻守，团体照，团体照，团体照，好，团体照。都先了，好，好，好，都一起。台中女侠，我都叫她乾隆姐，这这这边也是我们好的。好，那乾隆姐一起这里哦，来，她先，她先。来这边，这边。好，来，我们一起背南相公坐，哎，一起背南相公坐，好不好？来来，哎，这位站过来，你们不要挡到那个背南好路。哎，对，我就特意要加上那个背南好路，右弯右弯右弯穿的，哎对。好，一起比一个赞啊！一二三，赞！好，谢谢。不要被坐。市长要谢谢你，那个2009年的时候还帮我们协助国日子给这个房屋建的，谢谢。我们已经很开高，心是中的学生。他现在，你看刚才我们呼吁又从什么？今天又招马拉松，又跑马拉松。跑马。对啊，还有三级小铁。小铁。2009。2009。我还有跟那个魏经理聊过去，谢谢你的时候，还又跟你录了话，哇！对金标，哦对对对，那个金标不敢动了。哦，现在11，11，他现在还不错，状态很好。对，昨天还，哎，前几天还说，还偷了他的那个，哦对啊，那个中央就是这个，咱们就要讲。美美啊，美美跟我分享。美美的妈妈会来，太感动了。谢谢，那谢谢你告诉我，现在我们再去看你。他知道你要来，结果他今天要骑坐。我方便了。对啊，哎呀，他的他今天让你我小小学生骑坐。那这个行程就到这边结束哦，等一下我们再开直播。